该有金山银山，不如健康是靠山，最值钱的就是自己的身体，人活着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，才能更好的爱家庭每一个人。不要过多的追求物质的奢华，不要定立过多不切实际的目标，不要给自己太重的生活压力，让脚步放慢些，让心情愉悦些，适当的停下来，欣赏一下眼前的风景，一切都可以创造出来，唯独健康身体无法复制，一个好身体是一切的根本，年轻也不能放纵，身体再好也不能瞎折腾，为了赚钱没日没夜，累垮了自己，累坏了身体，再不注意身体，一旦倒下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泡影，不要到最后身体垮了，生命没了，记住，人在钱就在，人没了一切都玩完。老话说得好，拥有万贯家财买不到身体原件，豪车好宅比不上平安健康，无人这辈子失去了健康，一切都等于零，请大家都爱惜这无法重新来过的宝贵身体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